大家好，我是学长，我现在所在位置八十二零一八年表展的现场。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，是一款独一无二呢、非常厉害的一款腕表 ——Jaguados 的鹦鹉三问报时表。首先打开这个表，你可以看到位在这中间呢，这一款非常精美的怀表。那我们把它拿出来稍微看一下哈，它的在工艺跟复杂功能上呢，都有相当厉害的独到之处。那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表壳的部分呢，它是采用了一个镂空的这个框架的设计哈。那上面呢有这个非常精美的珠宝镶嵌，以及非常这个细致的珐琅彩绘，包括它的叶子。你可以如果可以看得更仔细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叶脉的那个深浅的变化。都是这个手工坊才会所打造的。那另外在它的表背的部分呢，则有非常精美的鹦鹉的雕，这个珐琅彩绘，以及旁边非常这个细致的金雕跟珠宝工艺哈。那我们等一下在细节再来看一下。那首先呢，看到正面的部分呢，好，它在表冠的部分呢，它有一个专利的这个开启的机制，同一个表冠顺时钟跟逆时钟，它可以开启正面跟背面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把正面的部分打开，那就可以看到怀表主体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看到上面非常精彩的这个鹦鹉，以及它的这个立体的浮雕，以及上面的这个珐琅彩绘哈。那但是在这个三问机子本身呢，它不只是三问，它同时还是这个制动人偶。我们稍微启动一次。是，好，那我们再看到表背的部分。表背的部分呢，首先呢，打开同样的一个表冠，打开它的表背之后呢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说，等一下看一下那个表背的内侧哈。其实它表背跟内侧正面跟背面的部分呢，它是由单一一片这个珐琅彩绘所构成的，非常非常的纤薄哦。那而且呢，在制作难度上面，当然是比一般的珐琅彩绘应该更高，因为它就像一片这个纤薄的玻璃，必须是最后完成之后再嵌进去哦。所以它你可以看到成色上非常的细致透彻。好，那。好，表面的部分的透明表面就可以欣赏到它启动的机制。那比较特别、值得一提的是，它是这个大教堂式的英皇，也就是呢，它是缠绕了2圈哈，因此它的这个报时的效果音效呢，比一般的三问来得更好。那它的刚才所提到，它一开始这个全球呢限量是独一无二，只有一只哈。那它的定价呢是在台币3578万4000哦，这算是绝无仅有的珍品，也是今年 Jaguados 呢最令值得认识的一款大复杂这个三问珐琅彩绘腕表，推荐给大家。